我现在已经参观完了，然后要准备搭车回台北。那这里是台中歌剧院的外观，假日人真的还蛮多的。可惜伊东丰雄的小剧场要等到6点才开始，我打算下次再来看，可能是在讲他的建筑理念吧。那这边都是百货公司居多，星光三月、大圆柏、老虎城，然后这边很多高楼大厦都是不知道算不算豪宅啊，但是大部分都投资客在买，听说被很多大陆人买走，所以没什么好得意的，台湾人买不起，以后住的都大陆人。好，那歌剧院的门口就是两边都有站牌，我们可以到草马去搭车，也可以到台中火车站搭车。伊东丰雄的建筑风格，台中歌剧院。